菲拉基米尔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会知道是谁打的。看能不能摸个头。摸不到了，摸不到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碾碎他。再追就有点牢了。狗头大爷，开玩笑吧！强攻，那谁亏呢？哟，我操，被封村了！他三瓶药，他觉得他药多，行，不跟你换。这血鬼有点嚣张，强攻我也吃，推线强二。接上来了，上来点朋友，他不敢吸我了。还有一瓶药，我能吸上来啊！卡个线，卡，我卡，哎，我卡，小子，吸血，吸血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带的是你，这哪能杀掉我呀，兄弟，我这么多血呢。哟，哎，这怎么死的？妻子已经是半个死人，我还会爱他的另一半。哇！哎，这波线炸裂！很烦。找个机会秒他，哎，掉了，我想回忆起来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好，你死了，我医好了，让你烧，哎，让你烧，敢开血池。
推一波，舒服。舒服，回家。我希望彼端的世界比这里美好。来个这个。哎，不来了。又点燃了。幸好不是他们的，我最大的渴望是来一套秒不掉，先打他一套。先E上去打他一套。有什么意愿吗？崩他。不敢上前了，他。要是你打不开，就给他一枪。打局。冲你！这波他有红怒啊，先不着急上，等他红怒用了，不上。好。不敢还手，不敢还手，疯狂啊！人的本性不会改变，必须这么想。难不多了。回吗？不回。不上来啊！这个兵你吸不吸？吸不吸？不敢吸，我往后站一点。我操！退出游戏啊！枪子吧！没机会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爆冲！他也不回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舒服，要回了吧？还不回？我直接给他点燃了。你杀不了我！哎呀，我操！好，交给你了，漂亮。是一血塔，
舒服。留了2700块，优势有点大，但是队友掉线。不来了，这一格不来了，演员吧。我们下去还能吃一手塔皮呢，2分钟。如果我倒下来，那些混蛋全都要给我来来来来，把他杀了。来来来来，野呢，你我之间大招助攻，哎，赶快大平五层呢。不理他，不理他。不值钱，嗯，上来吃分了，可以，他发现演不动，上来吃分了。才两级，枪分两头，一对一错，我可不想站在错的位置上。排我眼，排我眼。哎，你怎么办？你能伤得了我？嗯，开玩笑嘛，我一点都不慌的，我知道我死不了。可以，有点猛。丢了一点点 Q， 哦吼，辅助死了，辅助没了，来一个这个。减治疗，不让这个吸血鬼吸。这把打完我们去攻城啊。
凡是我杀的都是害他的人，凡是我救的都是他。耶耶，这个意思呢？耶耶，你搞得倒好啊，哎，你搞得倒好。要杀我？好做不谈啊！好，我回家了，钱不够。用技能或攻击充能，360的法力值，魔切36的攻击力。有人说是魔法，要我说是强法。我的装备好像打人不是很痛啊，再发育一下。去中了，他们血鬼挂机了啊。长眠时间到了，来抓我了。这把我一个人，但是我有魔宗，蹲他，这点尊重我。感觉你有点膨胀，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那个，有点厉害。这个英雄，这换任何 ADC 我觉得打不过我。准备大龙，他应该是暴击把我爆死。没关系，我还会爱他的另一半。这个棒老师，复仇了，我要复仇了，地复仇成功。不会超过十滴血的。死去的又活过来，点点点 Q 点点点，我坏了，有这个东西，我是不是有点浪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点浪。大龙，大龙。大龙吧，
算了，直接推。这吸血鬼早已挂机。我一个大招应该能把他秒掉。EW 点点 Q 点点。哎，这波操作怎么回事啊？这波操作有了出了点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刚才卡了一下。336，把魔切跌出来。还差九点，没有叠出来之前是加41。好，有了冲击，25物理伤害。对英雄发起伤害型技能，额外造成64点物理伤害，那么我的大招就非常的猛。有点累了，状态下滑，打了一下午有点累了，状态下滑。我点点 Q 点点 W 一点点走位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恐怕拉不开你的，我恐怕拉不开。拆拆拆拆拆拆，愤怒！